使用光条擦窗器，光条角度调不准，窗框边角刮不到，光远处时用不胜力，橡胶刮条无法压进玻璃，表面刮不干净，防止外面的擦头坠落。擦高处需灯高，擦净玻璃还真不容易。用潮湿的报纸擦玻璃，既不会留下水痕，又能吸纳灰尘。擦净玻璃一步完成，干净又轻松。环形固定圈能将报纸及各种清洁布方便地固定在擦头上使用。圆形海绵擦头设计，擦头随窗框变形并贴合玻璃表面，您站在地面就能轻松擦净玻璃的各个角落。擦头刮条转换方便，拆卸后用直杆擦近处。调节采用扳扣结构，三节杆，长度 0.6 米至 1.4 米，擦头可调整角度。圆形海绵可拆下进行清洗和更换。